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ogue 美容编辑郑芳。我今天呢来到上海的 Sephora， 来这边干嘛呢？因为我们的网友啊，其实有很多的问题，我要来这边帮他找一些寒冬干燥肌肤的守护神。我一样找了牛儿老师，牛老师，快啊 ，Hello！ 听说这一家店，因为我去过他北京的、纽约的、巴黎的、旧金山的，他每一家店都有当地的特色，我们就要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而且这边真的，我觉得这几天有点干诶、这边的真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，但是有太阳啊，看到太阳 还蛮舒服的，皮肤就感觉到已经有秋凉的那种干燥脱皮的现象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找，特别当帮大家找什么呢？上海的 Sephora 的隐藏版，对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，走。老师，我知道有一个牌子在中国非常的红，而且是非常高品质的，而且它不是中国做，对，它不是，它是 Made in France 吗 ？France， 没错， oh. 它其实是 LVMH 集团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就是迪奥啊、娇兰啊、纪梵希这个集团做的。它的整概念就是用普洱茶，大家看茶铃，其实是普洱茶铃。我等一下要试它的小精品，对，它的小精品这个精华液，因为我们到了秋冬哦，对，我觉得就像我们要滋补。滋补啊，要吃鸡汤啊，是要养身体啊，对，所以精华液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种它刚好有一个小精品，就是精华液。对对对，好像蛮有名的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看好了，就这一瓶。对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小精品。好啊，我是我。哦，它其实是这种透明的水液质地。其实我有看一下它的配方，就是玻尿酸，然后还有就是普洱茶。哦，普洱茶精粹。味道好像也蛮天然的。对，它比较不像，算是它不像普洱茶，它像绿茶。它的味道好像也是另外特别做的，有分前中后味。然后我好像知道它有点白茶的味道，对，还有一些果香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们家集团 LVMH 集团的味道通常都是比较贵妇一点，花香味很重，可是这个很轻。就是、我想要往脸上抹一下。哇，老师又直接试用。大家猜一下这多少钱吗？因为这个比较贵，他愿意擦在脸上。很值的，我在想，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价钱，1100好像。对，1000，快1200，1100，差不多要4500块以上。50哎。哦，对，它50，因为虽然也不便宜，可是它容量加大，比较大一点。所以这个价钱，如果说是以这个集团娇兰的同生产线 ，OK 啦，便宜对 ，OK 小精品。哎，其实我擦完之后整个很润哎，虽然刚刚是水液的质地，可是其实它就是在很润哎，它不像水哎，擦完之后不像水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这个那我就带一瓶好。我也想带，老师可以送我一瓶吗？没问题。直接送给你，谢谢老师，是老师拿给我的、大家有录影为证。对，我们再一下往下看。好，我们就拿着走了哈。精华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精华液。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滋补的，就是有茶的。对，我们再找另外一款。我知道有一款这边也非常非常的红，对，是 Algenist。Algenist， 对，因为对王菲喜欢用它，天后，对，天后用了，天后霜，对，天后霜，对。找到了，对，就这个，对，老师，刚刚我们是看小金瓶下，就是 Algenist 的小黄瓶，对，就是、天后霜嘛，对，王菲天后霜，王菲爱用，对，但是它现在最有名的变这个小黄瓶，对，小黄瓶其实在台湾也蛮多人喜欢的，是什么呢？其实是小黄瓶，对，就是它就是黄色的嘛。这一瓶呢，它诉求就是胶原蛋白的维导精华液。对，听说它里面有13000颗维导凝珠啦，维导珠。那我们来用用。老师来鉴定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如何？对，应该怎么讲？有点像那个，L'Occitane， 欧舒丹啊，那个蜡烛，对，也有一个，对，它其实是一个，就是说它那个维导囊球是比较感觉比较更。稠一点，更稠一点，很对，一颗一颗的都是维导凝露。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说，它擦完之后呢，它不只是水性的精华，它还有一点油性的在这个皮肤上面，对，就是好像加了几滴美容油的感受啊。所以说呢，擦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用擦面霜了。所以这个像我们冬天如果皮肤很干，像我就是会比较油一点的皮肤质，擦完这个就是它可以用一些比较水的带过，然后又有一些微珠的油脂，让我有点滋养的效果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精华液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的特色就是更滋润一点。哦，更滋润一点，就皮肤在干的人。我们下面还要看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的 Vogue 的粉丝大调查里面啊，其实大家还蛮喜欢用
涂抹式的面膜。那我们这边就找到一个，对，刚有看到一个产品，就叫味。对，其实这个也是这个牌子，我还蛮熟，因为我见过他。你见过味本人就对了。对，他就姓味。味，所以他其实就是他是谁啊？可能是从美国回来，是在。上海啊，北京开店，对，然后香港好像也有它的这个，哦，香港也有，哈哈，然后网络上也有，但台湾没有。哦，对，台湾我没有看过。我们今天就要找隐藏版嘛？对，没错，没错。我们就来看这个味，对，它好像有一款睡眠面膜也是它的明星产品。对，应该是这个这款吧？这是新的这个睡眠面膜，可是它附了一个这个细胶的这个刷具，就是方便你涂脸上吧？对，往脸上蹭一蹭。啊，老师你这。老师好勇于尝试哦，我都不行。我要感受一下，因为我皮肤也最近比较偏敏感。那老师你根本没化妆嘛，是不是？我有化一点点，我涂了一点点所谓的那种隔离霜。嗯，对。我的感觉只是说，它其实可以当乳霜用，然后呢，可以不用洗掉，真的不用洗掉。对。然后现在给我的感受就是很湿润。对。然后真的感觉，如果睡觉一个晚上的话还不错，可是我要等十分钟才能睡吧，因为我会把枕头沾到。所以这个睡眠面膜，老师是觉得是不错，是可以推荐的。多少钱？790。790。基本上，因为跟日本药妆店真的不能比，因为我们都知道 Sephora 就是高级的那种美妆店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它里面放的都是专柜货。是，所以你不能说啊，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可是不一样，通路不一样。对，下面我要再带你找一个无肤色的面膜。对，就是往脸上贴金。往脸上贴金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。我们走。好，走。就到了，到了。台叫 PPR， 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台湾其实也有哎。台湾也有。对，我其实以前十几年前很爱这个牌子。我自己也很爱。嗯。然后这边翻译成彼得罗夫，对，Peter Thomas Roth。对，还蛮难念的。然后他太太也有一个牌子。他太太呢做了一个，哦，你说他这你说这个彼得罗夫本人的太太的太太的太太，他做了一个沙龙专用那种 SPA 的品牌。哦，对对，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在这方面很厉害的人吗？是什么？我有见过他太太。哦，怎么你都见过？你什么人都见过，我只见过你。太太有一次说要找我去纽约，我说好，结果他就没有讲了。哦，所以我就是没办法去哦，麻烦call out 彼得罗夫的太太，记得跟女儿有约。这个面膜我觉得蛮特别。嗯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嗯，这个我看他这边取名叫什么，来这边都有念。我来念一下，叫做奢宠素颜黄金面膜，所以就是金色的。这边只要讲到奢宠。奢宠就好像是顶级的意思。对，应该也蛮对，对，哦，就是很顶级的面膜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价钱吗？哎，680，比刚才那个睡眠面膜还便宜耶。哎，对耶，是怎么会这样？所以它是这个算是便宜大碗型的啦，便宜，而且好，我们就直接就沾了哈。但这一瓶，我说实在的。Uh-huh. 是要洗掉的，跟刚才的面膜不一样。对，不能当睡眠，不能就是一觉到天明。对对对，它真的是擦起来就是一个金黄色。我觉得它有点取材以前什么埃及艳后啊，什么往脸上贴金啊，然后这样的感觉。对对，我闻一下味道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味道。我觉得它也可以当化妆品。如果说你要参加什么特殊的扮装的派对的话，你脸上涂这个，就好像古铜金嘛。我叫十八铜人，对啊，真的很金哎。因为我觉得它蛮润，真的蛮润。对，而且你涂开来就没有那么的金了，金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地还是要洗掉，就有点比较黏一点。对对，比较黏，因为刚那个睡眠面膜就会润润的，这是就有点黏黏的感觉，还是敷完还是洗掉。所以这个就是秋冬抗老化。对。的滋养面膜，参考一下的滋养面膜。除了涂的面膜，现在还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因为秋冬天有些人可能容易敏感，对，这个时候还能换肤吗？还能去角质吗？对，换肤这也是一个话题，就是到底有的人觉得我就是要换肤，有的人就说，天哪，我的皮肤很脆弱，乱换肤我的皮肤就糟了。没有错，对。可是秋冬天的话呢，但是你如果不去角质的话呢，皮肤又会有点脱皮的问题，怎么办？对，我知道有一款面膜可以解决这个。什么面膜？它叫做呢？瞬效面膜，一分钟面膜，一分钟，那我愿意，蛮快的嘛，对啊，我马上看一下，我们去找一下，对，好，迪奥有一款，对啊，你说一分钟瞬效面膜是不是？一分钟面膜是有多一分钟？它就是微焕肤，就这一款，它
是用酸类还是酸类吗？它是酸类，它没有颗粒。哦，没有颗粒。我试用给大家看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蛮神奇的。它就像乳液的质地耶。对，它有点像这个粉红色乳胶的质地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用的时候就是打圆吗？对。就是按摩你的脸部，但是要避开眼周。对啊。然后你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现它变白了。哎，对，变白了。对。本来是淡淡的粉红色，现在变成白色了。然后呢，差不多现在就可以洗掉了。哦，这么快？快不快？太快了吧！我还没讲完呢，就可以洗掉了。所以这个叫微焕肤概念了。我觉得好像瞬间这个变素颜手哎。哎，对，有哎。有。对。这个就是微焕肤。对，微焕肤。哎，我觉得这概念真的蛮好的，就是比较不刺激，温和。对。冬天也可以来个一次这样，来个几次。今天已经讲完了这个微焕肤，又讲了面膜，又讲了精华液，还有最重要一个东西。对，因为真的大，我最近也是身边很多朋友都说他们要一瓶非常好的霜。乳霜。那我知道这店里面也有一个蛮厉害的乳霜。这个台湾好像也有。对, 对，在台湾好像也有。比较难买到。对，我不确定台湾现在的状况是怎样。可是这。有一些这个药局有卖。对，可是这里是还蛮厉害的，我们一起去找一下。找看，叫欧树。欧树，欧洲的树，欧洲的树是 Nux 是不是？对，怎么念 Nux？ 对，就是这个，对，这太有名了，这太有名了。擦哪里？擦哪里？对啊，就是大家头发、脸、眼睛周围、全身上下哪里该哪里擦。对，那就是很有名，大家都知道。可是老师要介绍一个现在比较更好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讲乳霜。对，就是秋冬天，而且我想要买。哦，你想要买？对，因为我还要待一天，我这个身体不太干了，我要买乳霜。老师，你就直接。我觉得这个价钱算是很实惠，我看看在280块。对，280，那1000出头。对对对，1000出头。这个在那个这个牌子来讲，我觉得还好。还好。然后老师就没有结账，他就直接拆了。对。我拿。因为我觉得现在需要一瓶乳霜。对。这个乳霜的特色就是密封的蛮好的。对耶，这种好认真的密封。都用了很多试用品。对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打开全。打开全新的包装，非常的安全卫生。我觉得它的这个特色就是它有点天然的这个花香、植物香味，有橙花的味道。对。然后呢，哇，好鼻子，立刻就橙花的味道。对，没错，我也可以当调香师。真的，你是啊？那你擦的感觉？我很喜欢它的味道，哎，就是你不喜欢厚重。对，我不喜欢厚重。然后因为它的这种乳霜质地，所以它其实是蛮就是像是水。那你喜欢就自己买。因为我刚才已经送你一瓶茶陵了。哦，好啦，那我就自己买。280便宜，这个我自己买。对，便宜的我自己买哈。好，那便宜的我自己买，贵的还是老师送。我们已经拆开了，我等一下一定要买。对，老师是个好公民，好公民。好，我们今天带大家逛，但是我们只试用了一下，之后我们再用用看。对，我们再用。也许会再告诉大家我们的使用心得。对，所以反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老师认证过，它的成分啊、品牌质地都不错的。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重点是有些是隐藏版嘛。对，隐藏版对买不到，然后来 Sephora 逛一逛啊，买一买，其实蛮开心的。对，那我们接着继续逛喽。好，先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这个 Flash 也是他们家的 LVMH 最好的，就是那玫瑰，对，玫瑰这个玫瑰水，对，还有那个什么古源的什么面霜也是超贵的啊，玫瑰面膜是不是也是很有名？对啊，就这款，对，因为 Sephora 他们就不推大牌子，就推自有品牌。还有一个什么古源面霜，因为它退出台湾了，我就没有太认。它也有一个顶级黑茶，但它可能没有。面膜，请问有会员吗？没有哎。是要帮你免费办一个吗？不用啦，下次还不知道可以免费办一个，直接减50哦。确定不要吗？直接减50。办。回去打。减50就报。